山河破碎，国家沦丧，我辈当胁补天之愿，也应遵守神之旨。凡这一片为死，一个人也不能逃跑。老陆，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，要是被日本人抢了线，那名单上人都会有危险。明虎，枪支令。我跟爹的名字。 也在上面。美国人宁愿不拿我不说，一直在门外，夜が明け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。一个爱国人士为什么会成为锄奸的目标？蹲下！你勾结日本人。 这条命拿出来都不够还的。我们要反抗这世道的不公，更要学会忍耐，等待时机。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，未来的路要怎么走，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。兄弟们。 如果我不幸葬身，我们就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再相会。